完全咕溜咕溜的，它算是有点凉感的，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大家。弹性床哦，这大家可以装下两个人。然后重点是它拉不坏，拉不松。然后呢，它不绑，不会像睡衣。然后它是做单扣小 V 领，落肩收手臂，然后微飞鼠袖，所以整个举手投足非常的显瘦。大家在担心透度嘛？我们这里有一二三四四盏光，非常的强，比上你在艳阳下，浩浩呢基本上没有什么透度感。然后呢，我觉得也不用穿无痕内裤，因为它不会去贴住你的身形，它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驾驭，因为它没有所谓的什么身高的问题，小资高个儿都可以穿。再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全长是161公分，小资女生你其实可以把它绑紧一点点，然后再把它反折推高，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。它的领口这里修饰度超好，然后呢有点像圆领，但是呢这里的 V 也不会太过深，就是不会让你整个就是肉乳沟很害羞，完全没有，它真的是延伸下来，但是又不是那种五分袖，就是直接让你很热的感觉，它有点那种的，对，斜的，所以我觉得对于手臂修饰更加好。